这边啦、啊。哇！飞西出去啦，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啊！氧气，没有氧气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女主角飞出去画面？我自己受不了。胡乱开门，好爽哦！就直接飞出去耶。在那尴尬，松，自己不会看吗？写的外星人怎么看得懂？也对，我、哦、好像我记得在热身场看懂文字，没事。哇哦，这啥鬼啊？好可爱哦，小鸭哎、欸，可以进去里面，只能坐一人，空间太小，太可惜了。嗯，可以看到地球，哦，回家。为什么被带到那么远的地方？又怎么了？原来我只要轻轻的按下一个按钮，就把我的家人毁灭了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所有地球上的同胞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的啦！靠北，好奇心害死猫，没有你好奇心害死了所有地球人，真爆哎、欸！我喜欢，你就这样把地球毁了，666666，看这游戏好强哦，真爆了！迷你按哦。应该躲在里面按吧。哦，启动了，作文。我以为门打开就可以了。为什么门好像太小了？被人卡在这里动也不动哎、欸，是不是我漏了什么步骤？靠北，现在开始，已经没有逃生的方法，啊，太窄了。可按一下，它又整个。那如果我们拿了，那它就可以按这个按钮吗？哦吼！有什么东西启动的声音？哎、欸、嘿嘿！哦吼！好，那下到下一层，感觉下一层真正的飞船通道，不解释了，下去吧。哈哈！哎，龙峰安安，晚上好哦。那按钮下面多按几次？我不知道啊，谁会知道啊？你妈的坑我啊！冲啊！我都不然这次我出不去。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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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真的成功启动飞船了、啊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控制界面十分人性化，一看就懂怎么驾驶了。外星科技牛逼啊！地球我来啦！外太空生活受够了，那些什么太讨厌了。我哋仲有几耐翻到地球啊？我们还有多久回到地球？我想估计这个速度的话，五小时就能回去。五小时，很久吗？你觉得？没，我都很快啊。觉得很快。只要五个钟就可以翻到地球。只要五个小时就能回到地球。我好兴奋啊！耶！我 yes。接下来呢五个钟就喺度晒下时间啦。打花时间？怎么打花？食翻支烟啊！要不要抽根烟？吸烟有害健康，不要再抽烟好不好？不通风啊！马上我哋都成功走甩啦！我要是我，应该会先扁他吧？立马在我面前抽烟，讨厌烟味啊！食翻支都唔得咯喎！那我抽根烟也不行吗？抽完这根不要抽了。知道啦。一小时后。喂，到未啊？到了没？还没。好无聊啊！还有多久？
四个小时。咩话？四个钟，一个钟。才过一个小时。慢啲啊！太慢了吧？我同你打发时间好冇？聊聊天打发时间，想聊什么？翻去之后你想做咩咯？回去之后想干什么？不如你先说说。快嘅话，第一时间梗系翻屋企冲凉，瞓翻个大觉。回家洗澡睡大觉。跟住瞓醒就出去玩啦，打游戏啊。出睡醒了去玩打游戏，回去之后也无家可归。啊？昨天家里火灾，我没有地方去。幸运的是，我平常住的地方没有人伤亡。啊？点会突然间火烛噶？怎么会突然火灾？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。总之就是回去地球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哪。不如暂时喺屋企住啊？去他家住？啊？呀？明白，就系。不情愿了。不是，你放心，让我这样的死宅过去住。你放心吗？有什么不放心？同你一起呢一日虽然时间唔系好长，不过我觉得你都几好得住。跟你在一起，跟你一起这一天虽然时间不长，觉得你还挺靠谱的。废话，我救了你多少次了，妈的！那我就答应喽。哇哦，那就这样决定喽。你自己一个人住吗？系啊，不过屋企有啲乱。家里有点乱。到时唔好见怪喎。没有见怪，他这笑得好灿烂哦！不会，有地方住已经很感人了。不过我屋企有好多游戏机，到时可以一起玩啦。一起玩游戏机。好多好多嘅零食。还有很多零食。水啦，薯片啦，如果想饮咧，仲有啤酒添啊。还有啤酒啊！平时过什么糜烂的日子啊？咁嘅白人生活。等一下，你都不用出去外面赚钱吗？这个也过太爽了吧？太棒了吧？反正平时都冇咩做，你嚟咗可能就开心啲。平时也没做什么，你来还欢乐一些。有时一个人真系几无聊噶。一个人真的蛮无聊的。我也是经常自己一个人，每天待在家里，没什么事都不会出门。不是我去扣女咩？没有到处去把妹吗？这别说把妹，连跟我能聊天的女生都没有，你面前不就站了一个吗？我不是吗？你是第一个。你下同我交往啊？哦，试试交往？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好有点幻听。我系话。不如试下同我交往啊！耶，他好幸运哦！什么？你说啥？你说啥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向我告白？哎，我好像按到什么按钮？你就这样把自己射出去，这是紧急逃生按钮，怎么飞船到处都是按钮啊？呢只嘢，这家伙蠢到有剩呢，系咪傻噶？你是北七吗？再见，躲开障碍物，等下怎么躲开？哦，还好啦，没什么啊。不对，不是没什么，等下这太扯了吧？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如果我撞到会怎么样？如果撞死的话？先看看，啊，这次真的是意外，意外！为什么莫名其妙把自己弹射出去？明明春天才刚刚开始啊，我还没感受到这季节的温暖，怎么冬天马上到来了？我觉得很冷，比以往冬天都要冷。北极冰冷的宇宙，他就想把自己给射死。看，够白痴的这个。看，到底人的智商要多低才能够像他这样？好不容易有人跟他告白了，结果，他自己动了。要追回啦！我还活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感觉我降落在某一个星球上了。哔哔，逃生舱传来了对讲机。你在哪？你突然飞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啊。不过这逃生舱有定位系统的，你试试能不能追踪过来。定位，你等我，哔。
感觉有救了，还以为要独自一人在外太空生活。